陈在阳。刚刚的右手一直有一个稳定的节奏，其实是在描述秘密特务可能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紧张的心跳感，所以这是一首有一点紧张的歌曲，听起来会让人家觉得很有趣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欢迎的是心飞为我们带来的三色堇，欢迎心飞。这个真的很重要，因为不管是学习什么任何的事情都是需要长久的耐心还有毅力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欢迎彩杰带来的卡农的改编版，欢迎彩杰。
是由中乐带来的泡泡，欢迎中乐。谢谢中乐带来的